记者罗玲君台北报道。42岁港星陈晓东在南港展览馆举办 Planet XT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大胆挑战前卫民族风的火凤凰造型。他戴住一头银白色风云雷鬼脏辫，笑问看到这头造型有没有想起兰陵王呢，惊吓程度颇高。他用这个造型献唱经典情歌《心有独钟》，比我幸福，全场歌迷听得如痴如醉，跟住一起大合唱。陈晓东也将经典舞曲《心里有喜》改编 EDM 版，加入广东歌吉他，激动心灵，大秀港式舞技。不过他拿开麦克风却还有歌声，被抓包这一 part 唱对嘴，诚意满满的陈晓东也带来广告歌 IF 台语歌世界第一等，献给台湾歌迷。陈晓东表示，开演唱会是二十几年来一直没忘的理想，看到台下歌迷脸孔，回忆从过去做的每一场签名会涌上来，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，幸运的在1997年从香港被邀请来台湾，没有台湾不会有我的歌唱事业。他鼓励台湾歌迷坚持心目中的理想，我跟你一直坚持下去。陈晓东在台上感性，谢谢妈妈，我拿奖的时候她陪我笑，我失望的时候她叫我要坚强，叫我要撑住。两个女儿朵朵、多多也上台萌跳海草舞，害羞的多多本来不发一语，被陈晓东逗到最后终于说出我叫妹妹，全场嗨翻。陈晓东第一次在台湾办售票演唱会，卖座率80%，票房约2240万。陈晓东演唱会，记者王文林社。陈晓东与女儿朵朵、多多。记者王文林社。陈晓东演唱会将经典舞曲《心有独钟》改编 EDM 版。记者王文林社。